惶恐、困惑、難過，但是我們需要堅強、振作，因為守護家園、守護孩子就是我們的天職。我們要努力同心合作地回復香港的安寧，重建香港既有的良好信譽。我們大家一定要強烈反對和不可以容忍任何暴力和違法的行為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以香港整體和長遠的利益為依歸，用和平和尊重別人的態度去討論問題，通過合法的途徑去化解一些分歧。香港的經濟呢一落千丈，咁啊嘢都影響咗我哋大家嘅生計。如果我哋係倒閉咗、執笠咗，咁啊唔單止我受到損失，咁啊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員工啊，佢哋都生計都係屋企有養家嘅，都十分之困難嘅。因為香港係冇可能獨立嘅，第一。第二咧，除咗我哋嘅國家咧，係冇人喺香港遇到困難嘅時候照顧我哋、幫忙我哋。